我哋嘅生意系一落千丈，步入寒冬。你唔做嘢，我要做嘢啊！日日都冇咩生意。而家已经冇游客敢嚟香港，我哋的士司机系手停口停。试问下你想我哋点样？你唔做嘢，我要做嘢啊！你有冇良知啊？我由你养我养到成头家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多个港铁站都有人阻止车门关上，多条线路受阻，多条主要道路被路障堵塞，各区都有交通灯损毁同埋失灵，导致交通混乱。方向三条行车线，其中两条受阻。大部分接待旅客嘅商铺都冇开门。六月份开始已经走下坡噶啦，日日都冇咩生意。六月中以嚟，冲突事件，确实对香港嘅呢、这个已经下行嘅经济情况咧，可以话系进一步恶化。甚至是雪上加霜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警告香港正是进入非常困难的经济环境，就来摸路了，是那时间七月就落霜，八月就 落雨，九月就咬血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下跌的势头不但开始而且是恶化当中，一连串的暴力冲击令消费相关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兆佳亦都说，很多国际投资者已经产生顾虑，本地社会局势未明，港股低开288点之后越跌越深，跌至一月初以来嘅低位。港股有个机会再进一步下市翻更加低嘅水平，系好快咧就可以跌破咧就系上面嗰啲低位24、24.5嘅水平。自示威活动开展以嚟咧，其实都对旅游业嘅冲击咧好大。咁所以咧可以睇得到咧呢、这个即系旅游嘅人士个数字咧系近年即系最急嘅跌幅。继续有大批市民去到机场集会，咁阻塞一号同埋二号客运大楼，旅客要跨过集会人线先至到达闸口。据统计，香港机场瘫痪一日会导致客运量损失20.6万人次，空运货值损失101.6亿元。而家唔系顺唔顺利啊问题，你望下香港会冧噶。我哋希望咧社会上边能够将现时嘅纷争，能够止息，令到香港可以营商嘅环境能够可以立足。陈茂波宣布一系列措施撑企业保就业，包括豁免27类政府收费，为期12个月。香港系唔能够乱嘅，